欢迎来到这里，只有上官轩。今天是日本的第三天，这里我们已经走得驾轻就熟了。今天的第一站 Pay IR 来补画面，他好活泼，我真的觉得就是穷游的话，日本 Seven 全家还是很贵。哎，我全家花了昨天吃600多块，很贵。对，是两人份，好饱。进寺庙前，把手洗干净，对神明的尊重。这里面也可以挂鸟居，不是，这是什么安的？我们现在要走去一个非常适合拍照的点，就是有超多鸟居的地方。它是在庙正殿的后方。今天来补拍日之神社的鸟居。如果你想要避开人潮，你不是要拍这种专业一点的照片，我就会建议你早一点来，因为不然人来来回回，你就要等人拍，要等很久，而且这一条非常的长，所以你要等人，就是从这里走上去的时候，你大概至少要花个1-2分钟在等待，而且人就一直来，你就要一直等。那你如果说要拍的照片就是比较专业，比如说你带专业的相机，或是你要拍网美照，建议你就待中午有这种漂亮的光影的时候再来，那个照片拍起来会差蛮多的。我觉得我要来祈福一下，我觉得他们很灵。我确定他们拜拜有没有需要脱帽子，所以我把帽子脱掉。然后呢，就是要站在这个位置，头前进去，先拜2下。然后，这样完成，就是要先拜2次，然后拍手2次，然后再拜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记得头上有钱。如果你英文不好，日文也不好，怎么买呢？像这样子，选到你想要买的东西，然后帮他拍一张照，然后准备相对应的钱。哦，对了，他这个是鸟居，就是你要在上面写你的愿望，然后挂在他的板子上。然后这个狐狸，它上面也是写愿望，写你的愿望，这应该是可以带回家的。这间神社最特别就是它的猿猴猴子。手啊，就是500日币，然后它里面是有一个签，如果你求到签你不喜欢，是粉红色良缘，它赐我桃花，寂寞是不好的吗？是不好的吗？我的工作运好像都不太好啊，我刚好像没有说我要求工作运，它好像单纯就给我寂寞。我抽到一张寂寞，可是这一张签的意思其实就是代表会越来越好，只是现在不是说太好。什么寂寞？我刚刚以为是那个寂寞。不是，就是寂寞，意思就是最小的。最小的大，最小的吉利。可是因为有的签它连凶也没有，所以我想说那寂寞我就绑好了。因为就想说如果有凶，那我寂寞就带回家；那如果没有，我就绑。然后发现有的签好像真的没有凶，也没有大凶，那寂寞可能就是它的凶，那我就绑起来好了。逢凶化吉，然后赚更多钱。本来是越来越好，现在是越好，就这样。好欠揍！他还学欧美的布洛克。哎呦，很有哦，很有欧美名模的那个概念。哇，好美哦！天哪，他要看杯子。他说他上次去福冈看到很可爱的星巴克杯子，这好可爱啊，水晶球。这好可爱，是油桶。对啊，好可爱，还有富士山喜欢吗？这要日币4290，大概1000块台币。我们可以去机场买3900。哦，机场买3900，你很聪明哎，节税达人就是他，出门旅游跟他就对了。逛完
去玩日之神社，我们来到了涩谷。哎，这不就我们昨天来的地方？哦，我们来走不是，我们昨天就是在这边吃那个，不是吗？对啊，走这边有个样子。我们回到了涩谷，我们昨天就是在这边吃生牛肉饭的，然后我们决定今天还是来这边吃吃饭。好大只的贵宾，今天要吃牛腹屋，但它营业到下午3点，5点才会继续开，所以就是想要先预约。然后一次可以吃到很多种，它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8种的就可以吃到8，然后10种就可以吃到都可以吃到，然后它就是1小时的效果。刚才吃饭超级无敌赶的，我们2点半入座，本来只是要去预定，就他说可以进去用餐。结果我们拍照完大概3:06，他有进来跟我们说，就是他们3点就打烊了，然后我们只能尽量吃快，因为他不给打包，然后一直赶，然后赶就算了，还摔东摔西。但是因为没办法，就是他大概我们2点半左右进去，我们2点半进去，大概2:45才拿到餐，然后我们就问说可不可以打包，他就说不行，我们就很赶快，就是赶快吃，因为上次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吃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那10个哎，对他，我点6个，他点10个，我就觉得很紧张。然后那个人就是来，就是说让我们吃快一点，就要我们马上走，他意思就是说要我们马上走，我就说那可不可以打包？他中途还关灯，他说不行，然后他就关灯，然后洗东西都超大声的，然后。那他就2点半的时候就不应该要我们对他就直接跟我说来我们来不及吃饭，因为我们2点半进去他也不是马上给我们，至少隔20分钟，谁有办法10点都吃完那10个不想吃一口塞不咬，但我们就有尽量吃完，不要浪费食物，有吃完啊，有吃完尽量的吃掉它，吃超快的，快吐的那种。我是还好，就本身吃饭就蛮快的，但就是他的那个行为让我觉得，但我2盅饭没有吃完，不太舒服这样。哎，我吃那个肉卡到我的牙齿，我真的差点噎住，哎，真的差点，要么就噎到，要么就吐出来，吐出来，辛苦。算了，但有吃到就很开心，因为我很期待。这件倒是还蛮推荐可以来，但是就是你们时间要抓好。因为它中间有个休息时间，好像3点到5点吧。然后我们2点半到，我想说，哎，时间蛮充裕，我先走过去看一下，需要预约，因为有一些餐厅其实要预约，不是说我们想吃就可以吃到，是需要预约或线上预约或者现场预约。对啊，然后我就想，哎，好幸运可以吃了，然后结果怎么？他真的以为我们只是来拍照，是不是？小餐，没有店员，需要自助结账。这一间主要都是自动，那我们要刷卡按这一刻，然后进来就是如果你不要袋子就点不要袋子，然后用这个去逼，比如说要逼这个你就这样逼，然后要的话你就是选这样购入，接着要选这一个，用这一个，因为我们刚才选错了，我们都刚才选另外一些，这个才是用信用卡。买了一杯咖啡，无糖的。哎，我觉得这比有糖好喝，哎，有糖比那个普通咖啡，这个好喝太多了。所以，而且它没有很苦，但是它就是有咖啡香，大推，真的是好喝的。嗯，逛一下，
其实日本的药妆都大同小异，顶多就是有几样特别某几间店划算，不然其实价格差不多。我是小狗，我昨天去逛完药妆，买了40000多日元，就跟阿雅说我没有要再买药妆了，然后我又买了。我是狗，我去逛逛。沙丁鱼罐头的感觉，很快有谁要下车？哎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空间，下车吧，下车吧，大家下车吧。平川站到了，拥挤的平川站，好可爱哦，小鸡。平川站出来了，很认真在寻找彩妆，因为他想要开箱一些台湾没有，但是日本才有的彩妆，所以还是需要做一点功课，不是说随便拿的就可以。这个颜色很特别，它摸起来就是这样子，绿绿蓝蓝，蛮漂亮的。这好贵哦，为什么那么贵？是因为它盒子很漂亮吗？有这种浮雕的雾雾的小天使，可是它盒子，你看它盒子超级大，但它容量其实没有很大哦，给你们看。容量就跟一般的粉饼其实是一样的，但这个是限定，数量限定。这罐指甲油也太美了吧，我的天哪、啊、但不便宜，折合台币大概400块。天哪，好心动哦。这个票券如果现场买一个人是4800，成人的部分，那如果是用 KKday 买的话，就是一个人只要545台币。在鱼缸里面也太美了吧，还放烟火，冲一波赶海豚秀。做这个好像要另外花钱，做一场500块吧，但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，各种海洋生物。烟火的感觉，哇，超高，吓死人了，天哪，好恐怖哦。赶海豚秀，哇，这一只负责叫的。
中心的。光影超级美，哇哦！起鸡皮疙瘩，好感动哦！天哪！女生是在偷喂她的小海豚。海豚在跟大家挥手，哎，它的手举起来，挥完手回来吃东西了。吃两口鱼了。
七点的那一场，超级无敌感动的，海豚真的超可爱，超美，哇，它好像有所熟哎，哦，它颜色很漂亮。刺刺的感觉，然后有点紫色的，哇，好美哦！我也是呀。日本的科技，这是投影机，但是可以转，超酷的。这也太酷了，这里。好美哦，太美了，天哪，第五区也很大，它好像有那种大型垃圾鱼，哎，还是星鲨，是鲨鱼，哦，鲨鱼，哎，很多鱼。这里面一定要拍的感觉，轰鱼。企鹅。什么呢？老实说，我觉得这里的动物好像除了海豚有精神之外，大部分的动物其实都没有什么精神。希望他们快乐，因为它这边空间其实算小，所以可能动物们就会比较快乐吧。这里是他们的贩售部，也是出口。这笔真的超强的，你们知道这个虫吗？这个是1000起，这海马太可爱了。周边来说的话，算蛮多的耶。那是什么东西？虫吗？海蟑螂吗？大型海蟑螂。这是肉松吧？这里还有转蛋区，超级推荐带小朋友来走走。这里还有育婴室，然后呢，育婴室就有换尿布台，然后跟处理尿布的，然后跟饮水机，然后如果有宝宝走，这边有可以微波的地方，然后要喂母乳，这里也可以。厕所非常干净，看完海豚表演了，然后出来应该是电影院，所以就是会要买一些吃的。今天要入住的饭店是这一间，don't be
通常饭店的 WiFi 密码账号都会是房号，然后密码呢都在电视里面，都在电视，所以你要先打开电视。然后因为我们刚刚打开电视，它没有出现 WiFi 密码，然后我就按了一下这个黄色的这一颗，按下去之后呢，哎，就跳出来喽。这一个里面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超酷的，就这样靠近，然后这里就有自动贩卖机、微波炉跟水厕所、制冰机，在饭店里喝那个酒是没问题的，很干净哎！哦，它的那个无障碍空间超大。借了雨伞，要走去对面。我得这么远才有全景。对呀，要去领行李。全家就在等一下要住的饭店隔壁，超方便。还好，换房间只要过一条马路。不然这行李扛了多重？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